这个大花菜可能比较小一点。啊？大花菜。这个可能细一点。你说这个条细一点。他说套套花菜的话，花菜的可能要粗一点，粗一点模具要调模具。对，在模具上调就行、是。对。这个是给那个江苏的客户做的。你想要设计多少？Thank you.